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肖又杰。这次很荣幸可以参加教育部精英海外培训计划，并且获得在加拿大知名动画学校 Sheridan College 学习 Digital Creature Animation 的机会。Sheridan College 是一所主要专注于戏剧、电影、动画、特效、游戏的全方位娱乐产业大学。它拥有诸多的资源以及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并且提供全方位的课程供对于娱乐产业有兴趣的学生来这边学习。本次培训主要专注于 Technical Direction 技术指导的目标培训。Technical Direction 主要专注于训练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并不是单单获取技术方面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操作来了解问题点，并找出解答。从最基础的人体素描来了解生物的构造，制作角色的设计与细节的调整，并使用程式语言来辅助角色骨架的绑定与设计，到最后故事分镜脚本，一步一步的制作出属于自己的动画作品。每个在这边的学生最终都能学到非常扎实的知识，同时也有良好的资源让学生轻松接轨业界的环境，也让我能够顺利的在毕业后找到在知名电影特效公司 MPC 的工作机会，并且担任生物特效师的职位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在这一年来学习的成果，我们即将在11月16号到11月21号举办精英海外学员的发表会，到时也欢迎大家来参加。